好，好，我们第二节就是在谈论的这个是，南山绿的所发液体。那所发液体中呢，它主要分为六项。第一个，我们刚刚谈到的第一项就是变体多少，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介体呢有多少种。第二个，立名、立两点名，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介体深入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是依论出体，第四个是显立正义，就是我们的正宗的意义是什么。第五个就是先后相生，就是互相能够升起的这些介体是什么。然后第六个是无作多少。那第一项的变体多少，那个市场语问别脱之界可有多，可有几种，就是说答论体约尽实乃无量。我们别脱界到底有多少条多少那我们回答说我们是约我们的界体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受界的这个界那个境界，那实在是沿着这个有情跟无情，所以实在是无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齁。那戒呢，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要防止我们来作恶，因为我们越本就是来在这个娑婆世界呢，我们的恶缘很多齁。那我们发戒的就是我们要来保护我们自己，来防非止恶的也是很多。所以这个善生言说众生无量，我们的心有无量，那我们的戒体呢也是有无量哦。所以今天我们以这样子的意思来推论的话，主要分为有两种，就是有作戒体跟无作戒体。那这两种有作戒体跟无作戒体呢，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道理，都是因为境界无量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戒体也是无量的。那支持世允说，他就答说哦，因为我们就是以我们所当初受戒的这个境界来显示我们的这个戒量的，所以我们下面呢，我们要举例来统一来收摄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来明白的这个，就是主要在讲这个有作戒体跟无作戒体，所以呢，我们就是只是拿这两个来举例之，所以呢，有这两个能够来让我们总体的发戒呢含摄在这个里面，让我们的法体呢就是知道说我们是依这个境界来说的哈，就是先最总结结论就是说我们的戒体呢变体就是目前就是简约的收摄，把它分成有作戒体跟无作戒体，是因为我们的境界无量的关系。阿弥陀佛。好，下一个阿弥陀佛。那现在呢进入到第二项力量解明，就是力量解明它分为两个力量所以为什么要制定无作戒体跟有作戒体，然后呢二辩解名义，就是他会解释我们的这些那个意名那个意义。好，我们从那个第一支力量所以这边先进入哈。那释超云这里说问曰何不立一，即以三种支持世云就说言不一者欲显相虚，故曰互废以问，即以三者业书作何不三合，会有作句无作二法同时盈一更立一合，次前为三哈。这里大概了解的就是说在问嘛，为什么不立一个呢，为什么也要有作戒体无作戒体。那在这里呢我们这里进入到那个无作戒体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比较长远的可以防我们的过防我们的过，所以呢也不可以把它做一个不可辜废，就是不能把它废除。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两法相戒不得利益，就是说它是互补的互补的。在我们在这个戒体的就是说我们的有作戒体等于是 30%, 等于是我们的戒相那无作戒体就是 70%, 那这 70% 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法。那所以呢不能以单一来运转就像我们在就是我们的我们开一部车不是只有车子而已，还要加油，那加油之后还要人去开，所以呢它是一个互补，然后共同扬升的这样子。阿弥陀佛。好，那我们